哈士奇是狼还是狗？哈士奇是属于犬类的，但是和狼有着很近的亲缘关系，甚至可以说是所有犬类中和狼最相似的。从生物种属来说，哈士奇是属于灰狼种的，因为哈士奇本身就是雪狼的后代，是西伯利亚人将土狗和北极狼杂交培育出来的一个犬种。因此还有不少哈士奇保留着狼的特性，时不时发出嗷叫，但性格还是蠢萌可爱的。